Hello， 有人说做环保从种一棵树开始，那么出版界的龙头怎么做环保呢？全球四大出版社之一的 Simon & Schuster 在11月发布自己的环保制度，其中包括两项。第一，在2012年在美国所有的出版品再生纸的使用率高达 25%。 第二，从2007年年底开始，所有的运货箱将采用 100% 的再生纸。除了 Simon & Schuster 之外，Random House 在2006年也发布了自己的环保立场，2010年它的再生纸使用率将达到 30%。 今天我看到 Burt's Bees 的包装，也看见了它这个品牌的环保立场。他说，我们从包装设计上关心地球，这个罐子使用了 90% 的再生材料，同样是产品，做书人，你标上了自己的环保立场了吗？